Hello, Ali. How are you? Hello. Hey, Jeffrey. Yes.深圳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的签证很难，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个诉求。然后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海纳巴工商联合会，它的创建的历史非常的久远了。和公司目前你们中你们深圳的方面的董事还没有发给我们相关的证明。第三就是关主席代表上级上地先生提前来深圳访问的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和我们一。